马步芳啊，是一个精华啊，是一个回族的精华啊。这种反人类人渣啊，很多网友之所以对马步芳这个想讨论马步芳呢，是因为他是一个回族人啊，但实际上我告诉你哦，这他只是民国精华的一个代表啊，他做出很多反人类的烧杀掳掠的行为啊，这种人啊，简直是判刑十有一辜，知道吧？所以，的很多同学呢，又因为马步芳长得比较好看哈，整天表扬着马步芳，也是有点神经病哈。马步芳是有，假如我们历史界要来批评的话，他就是精华，就是一个滥杀无辜的精华啊，哪些枪毙1000万次都不足以赎清他的罪责啊。所以呢，我不大爱讨论这马步芳这种人，因为他涉及到大量的案例，但是他的身份又很特别，为什么呢？他身份是回族人，然后呢，很容易在网上变成这种对回族的攻击，对穆斯林的攻击。实际上呢，他的主要的错误啊，主要的罪状啊，是因为他屠杀了人民啊，他对于自己治下人民烧杀掳掠啊，他这个跟你是不是回族人没有关系，是不是穆斯林没有任何关系，知道吧？这种变态行为跟种族啊什么关系不大啊，就是这样子。